近日，李小鹏和妻子李安琪带着一双儿女出镜，儿子的名字也终于曝光，居然真的叫奥利奥。视频中姐姐奥利穿着连衣裙、长发披肩，小淑女的样子，而弟弟因为太小，在一旁专注地玩玩具。底下字幕写着李小鹏和李安琪的儿子奥利奥，这让网友们也是着实吃了一惊。因为事实上这个名字原本是网友起的，李小鹏的女儿大名叫李新奇，小名叫奥利。弟弟出生之后，大家就开玩笑地说，那不如就叫奥利奥吧。结果这个建议还真的就被夫妻俩给采纳了，让大家真的是既惊喜又惊讶。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，哈哈，简单粗暴，奥利的弟弟奥利奥真的叫奥利奥呀，随了网友们的心声，和奥利长得好像呀，超可爱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